天光墟事件经报道之后，更多观众向我哋报料，原来早喺疫情前已经有人喺度卖过期食物，仲搞到附近污糟邋遢，报食环，但系结果系成年里边先穿过两次啫。报料人仲透露，天光墟附近有一个怀疑系仓库嘅地方，实情系点？留意动向细望。